你干啥去啊？你先吃。吃饱了下去吧。一会儿。饭是饱啊？行吧。干啥呀？休息休息。我喂。哎呀，那你喂吧。一天累，整点后脑勺子，这家伙送八百顿饭。那个。我喂，行行，不用管了。我喂他啊。不喂。来，爸喂你啊，好不好吃饱？好吃。高压水缸。干啥？那你还没吃完饭呢。嗯，我想吃。你怎么了？他爸让你搞的。爸爸，这啥味儿啊？这啥味儿啊？这是酸奶味儿的。它不是酸奶味儿。白桃酸奶。白桃酸奶。哎呀。还是个冰棍一样。嗯，大冰棍。啊。那爸尝尝啊。嗯。六分多。爸再问你。嗯。那实在太凉，吃完饭再吃呗。你看，可好吃了。嗯。真香。真香啊！嗯，你看，不听话啊？又不听话。就没了，嗯，啊，那太凉了，大耳朵啊，没，哎，最后一个，给你爸，嗯，那给爸爸吧，只有这个，嗯，还不行啊，哎呦我的妈！这光有饭菜呢，媳妇儿啊！来了，总着急。等会儿啊。
摆啥呢？摆啥呢？摆啥呢？没完了是不是？没完了是不是？一个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愿意吃吗？来，今天可够。吃吧。你好，哎呦我的妈！